今天的大乾坤的污染，是因为呢人心灵污浊了，所以呢是贪欲，就是因为这一个贪字啦，不顾他人，只为自己满足意念，这种意是无底坑啊，你如何添它，它永远都不会满。就如我们的口，你一辈子几十年啊，想这一张口吞食多少命，不是你吞了命啊的业，还要呢污染大地畜生啊，饲养的过程，龟啊各位他们吃掉的粮食比我们呢三餐吃的不知多少杯啦，何况呢我们不只是在动物的，还要吞食很多，所以说这都是亲像玉梁，那天尽啊无底洞，永远满不了。嘴康一世人直直吞直直吞，还是呢吞不定啦。所以说来人生啊，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所造成的呢，不管是呼吸也好，排泄也好啦，那无不都是在污染中造成现在啦真正的疫情之大。在这种疫情笼罩全球，这我一直在提起，是大灾教育啊，要让我们思考，停停看，停止啦我们意念的心思，好好的稍微停一下。这一波的疫情，我为什么说因缘？这就是要接受大教义的时刻，这就是我们的心。心一浮水，我们没有让它沉淀的贪求意念，混浊了我们的人人本具有的清净本性，让清净本性呢被这样的意念呢一搅动一下，所以变成了无明。本来真清净，亲像水澄清，就是因为意念一动了它，搅拌了水，它整缸水都浊起来。同样的道理，种种这也叫做譬喻。佛法要说你的心爱真定定静，爱心亲像一面镜，亲像一壶水，伊用种种方法来披露，所以要应我们的根基，用水披譬喻啦，他听不清楚，无法理解水跟心有什么分别，那无法度了解根基，无法度了解，就是无法度这个法叫做无法度。那根基好的这样的譬喻，水跟泥土的根底里动与不动，它的清浊分别很清楚，如何让它
这个沉淀，就五弘法，就是五法道，清楚了就五法道了，不清楚呢，那就是一直在那里滚动的，所以就静不落来。所以啊，儒教啦，孔子也说，在明明德。那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济，济以济贤。爱有济以济贤，要都是爱定，定则会静啊。所以讲起来，不管是儒教、佛教，一圣人呐、啊，师徒，无共条的路，但是呢，归无止路，还是一个重点，共款一个重点。所以啊，很感恩呐、啊，咱伫这个时代，咱会当甲过去啦。圣人呐、啊，所体会到的，一路来呢，有人呐、啊，就是如道行动，如这条路，圣人所指的路，那去开，开成了一条呢平坦康庄的大道，虽然。会当让咱的心真清、真明、真水，这真善美是真实的。只要你脚踏实地，真真的道路、善的方向，美就是没有毫厘之差、分差。没有一毫厘的错，所以一路前进，真正的可以转换成贤成圣，那乃当转凡夫为圣人呐、啊，转苦为甘嘛、啊，慈济人呐、啊，师父讲辛苦幸福啊。辛苦，师父了解，大家人的付出，讲无辛苦呢，是骗人的啦，是真的精疲力倦，很辛苦，但是呢，甘，甘愿做，欢喜受，真甘愿呐，所得到的呢，那。就是过去啦，步步踏实，方向正确，无亏欠家己，当然就无亏欠人生。我逐天我都感觉讲，我这世人无亏欠我的生命，因为我的生命呢，在人间曾经做过有价值的，日日时时。分分秒秒，行在菩萨道上，那就是为众生有苦难，菩萨所愿远苦众生，所以一直一直自我衡量，到底呢，轻重偌济？其实呢，无法度去衡量轻重。讲半斤也是十两两呢，分量偌大，摕出来划看，评一评看，无相啊，所以叫做无量啊。哎呀，功德无量哦，因为呢，咱称不出来，但是好事你拢做到，你叫做好人。你好人呢，你真的做到好事，这就是呢很简单的人间路啦，就是一条康庄的大道。各位菩萨，不管你人在哪里啦。
师父在这里，你们听到了道理呢，用心学，那就是有心得，学习到了，所以有学才有解。我们呢，真的要用心学习啊！爱要学什么呢？学佛道，佛道呢，就是爱起点在菩萨，所以菩萨道上啊，大家人互相勉励精进，但是要记得要安全道路才可走。